睡前，不然衣服又湿了。那妖怪又出来活动了，到了，那小子。 小倩，过来。你来试试这件衣服，是你出嫁穿的。你也过来替我看看。 姥姥逼的，姥姥是一棵千年树妖，我本来是出身官宦之家，被奸人害死路上，家父暂时把我的尸骨葬在老树下面，没想到家父跟着也被奸人害死，以后姥姥就控制我的尸骨，替他引来男人吸取阳气，现在他还把我卖给黑山老妖，小倩，小倩。 天亮了，还有小倩，快点！小倩，快！叶大侠，快来帮忙啊！ 小倩，别让阳光照着他，不然他会魂飞魄散，不能投胎了。小倩，快回到金塔里面去啊！ 不能再见到你，小倩，你要好好做人，我会永远记住你的。
我知道我能见你最后一面，你要保重我。他已经走了，小倩，叫人分开。